还有一个是吧？行。那这个大概是吧？这个演出这就算开始了。各位，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本场的节目主持人，我叫张鹤帆。这一假期，德云四队在咱们南京搞了一系列的专场，尤其是今天下午是一个我特别不愿意来的一个专场。这个专场的名称叫一站到底。这个具体怎么叫一站到底呢？看完你们就明白了。好，首先有请我们第一个节目，上来吧。感谢各位的掌声。来，刚刚我们这个方哥呀，主持了一段，非常的精彩。不精彩，都没听见声。哈哈，这声音太小。第一个节目就这么开始了。对，你看还有那观众啊，有那刚进来的，还有没进来的。哎，是没关系。作为一个节目啊，尤其我表演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影。哦，就送你。赶紧说完，赶紧下。那你走吧。别去，我还没说呢。说呀。先让我说完了呀。让你说。哎，让我说清楚。因为什么呢？头一场不太好表演，有朋友需要进来啊，稳稳心神。有老观众，有新观众。哎。因为新观众刚刚入场啊，对，不太明白。一看节目单，而且还有认识您的，张鹤帆平时是在后边演出吗？我在哪个后边演出？就在我们后边。你说顺序不后，这个人位置第五场啊，第六场啊才出来呢，今天头一场就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啊？缺钱。需要了解了解。那怎么说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上来得铺垫两句。对，我上来表演呢，赶紧说完赶紧下来，不着急。这叫什么呢？叫什么？好车呀，怎么做到一点儿？谁好啊？到底是我好。说晚了好吗？应该叫破车别爱人好道。破车别爱人人好道。对呀。哎，破车别爱人好道。赶紧说，赶紧下去。哎、我演出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是个砖。哎，对，我一会儿先拍您。啊，跟拍我。跟人家方哥合作呀，咱说实话，机会不多。哦。不太常演出跟人家。而且人家艺术非常好，没有在我心目当中人家很优秀，四门基本功，说一漏上，样样精通。多学干什么？什么？你口罩不清楚，四门基本功，说学逗唱，说清楚，脱节上炕是吧？跟人家合作呀，心里非常激动，我也挺开心，又高兴又紧张。对，跟人家演出，人家属于代言，那没有，提携后辈，真说好。没有，咱们不是客气，这实话，真是人提携后辈，这两天没少跟人合作，天天给我提携，嗯，那不错。提哪个鞋呀？买了一双新的。提你个鞋呀？不是，人家帮助我，这叫提携上进，还帮助我提高，嗯，愿意跟您合作，我也愿意跟您。那跟您说了，刚才四门基本功，说学逗唱，嗯，都知道您唱的特别好，啊，没有。但是我本人呢，也非常喜欢唱，啊，您喜欢唱，哎，但是我干唱我。那怎么呢？我得需要那个伴奏的药器。你的嘴里是有袜子吗？谁嘴里能搁着袜子呢？什么叫药器？就是需要一个，就你们的乐器。哦，乐器。嗯。哎，乐器，你看拿上来了吗？带着。哎，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呀？小电子琴。就是一个电子琴吧。哎，那不叫电子，不电线吗？这叫快板吗？也叫。轻快板。对呀、啊。你知道为什么叫轻快板吗？因为它是新快板啊，对，说这个废话有用吗？大家，不是，你看这边是一二三四，哎，这边是五块，这边两块加一块七块，神你上过学是吗？啊，我不用你普及。哎，这快板，击节伴奏，击节耳唱，能打响了吗？当然能了，我打上看看，给展示一个。来
看，光打不行，等着也会唱，还会说呢。过去就现在叫快板书了，过去叫数唱来宝啊。对呀，数来宝啊有讲究。什么讲究？过去这个唱数来宝讲究三快。哎，您说。眼快、心快、嘴快。哦，这都得跟上。对，讲究现编现唱，眼快发现目标了，心快当时编出词儿来了，嘴快跟着就得唱出来。就是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对对对。你现场给我来一个行吗？现场也没问题啊。可以吗？现场来一个，您出题，我随便找一个东西，您点，就我眼睛看上去我就来一个。我给您唱一个，真的。咱试试啊。就眼前。现编现唱。对话，明白吗？麦克风。哎，麦克风。嘿，试试啊。来。麦克风，他放钢针。哎。两句就完了。观众鼓掌，证明通过。多讨厌！麦克风能唱几句啊？这不行。现编现唱。放别的。哎，你眼前这还有音响，你唱音响。大音响。它是钢板。哎。要是没电也不响。完了。又完了。又两句。啊。再放一个。灯。灯泡。灯泡。大灯泡。嗯。真叫棒，要是没电他不要。完了。对了，你轻一点。你确认？轻一点，不要求。怎么都两句啊？就这题目的唱还要几句？就我这题目不好。对，你换一个。行，我也换好题目。就能唱长。能聊了是吧？对，能聊了，这么着。你说，青年男女搞对象，这能聊吧？这能聊啊。这个聊起来。哎，青年人呐，搞对象。要是没电搞不上。不说了，多唱两句。多唱两句，搞对象。说电子，咱们是电子。电子好吧？搞对象。对，搞对象。对，搞对象。你往下唱。搞对象啊！哎，搞对象。搞对象。搞什么四个对象？这规矩多，我得想词儿嘛。行。搞对象这规矩多，一男一女对视多。搞。没见过不是一男一女的。这还用说吗？一男一女最适合，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剧场里边找，公园里边说，你看那男男女女一对儿一对儿又一对儿，那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哎，不要说我，我还嫉妒。你怎么不嫉妒啊？我都快结婚了。快结婚了？对呀、啊。真的？真的。那太好了，穿一身红，唱人结婚。要给我唱喜事儿，唱你大喜事儿，可以呀。唱得好是不是得表示？没问题，唱得好你包红包。真的？可以吗？这太好了。嗯，那个。你有病。什么红包的事儿？太太了，我们都习惯。你给我唱出来。唱出来没问题啊。走呗，那个要结婚，你得跟我说，哎，我给你办亮，我上车。不要。不要啊！不要啊！太热了，太热了。没听说过，我当是个小教师。小教师，对，要结婚呢，您跟我说，我给办亮活。小教师，要结婚，您跟我提，我买这个礼品送给你。还带礼品？我买的东西实在多。都有什么呀？您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哎呀，随便放我这儿。小弟儿，你这不错啊，有电磁炉。我都送你们家去啊。看我给送姑娘还齐。废话，大花圈、骨灰盒啊，谁结婚送这个呀？对，谁结婚送这个呀？不能送这个。对，不能送这个。大花圈、骨灰盒，不乐意。跟谁说呢？这不你送的吗？谁送的？你刚说的。不可能。你刚站这儿说的。不，不能是我，不可能。你再来一遍。再来六遍没有。你再来一遍。一句就完了。有电饭锅，有按摩椅，电脑桌，那彩电、摩托车、大花篮、饼干盒，这是个东西，咱敢说。我这是拉稀了。大花篮、饼干盒，你听的是？我听错了，我听错了。哎，我没见过。哎，我放这儿，放这儿。那大花篮，人人夸你是咖啡。
这就是骨灰盒吧？别骨灰盒啊，中间还放相片。对呀，饼干盒。先加饼干盒，中间放个相片，你告诉我。新式饼干盒，没听说过，那就是骨灰盒。谁说的？新式饼干盒，怕你吃丢了，你抱着饼干盒呢，我这呢，是饼干盒，知道吗？我给你发个相片，留个电话。把一个饼干盒丢就丢吧。找着我弄个骨灰盒在干什么？吃骨灰呢吧，我这儿。我讨厌，你说的好，还是行不行啊？行，不要这个新式的饼干盒，就是那个老式骨灰盒。不要骨灰盒，饼干盒。饼干盒说舒服了。搅不乱，气死我了。饼干盒儿真搅好，一条大的，一条小。哎，又改观点了。哎，什么叫一条大一条小啊？这样的饼干装的真不好，所有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您。主持，就是晚年，买白纸写黑字，买白纸，哎，好点吗？我烧给我呀，买蓝，蓝铁黄的，绿，给你做帽子，你别着急啊，我那有多少？买卡，邮票卡，点什么呀？这是。买手指啊，买手指，买手。哎呀，不是结婚，我这上厕所呀，我这是。你们接手吗？买什么？没听说过。买红纸。哎，买红纸，写红字儿，给您家里的办媳妇儿。这个。哎，红字儿，看得见吗？那个。看不见。那换点儿，买红纸啊，写蓝字儿。不好看。因为自古红蓝同志一。不好看。写金字儿，金字儿，哎，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办喜事儿，对，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哎，二百金囊往外扛。等会儿，我媳妇给我喂的，二百金囊。您不是结婚的，大伙一块办集体婚礼？不用，不用，跟他们一块办，我就自己办。就自个儿办，我自己办。就您一个帅气的新郎往外闯，哎，招罗大鼓喜洋洋，汽车里边坐了个大新娘，哎，您瞧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咚咚咚，您瞧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儿伸脖瞪眼睛，您瞧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边儿吭声，您瞧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了五分钟。告别了，告别干什么？什么默哀呀？新娘子坐在车里边不吭声。哎，您瞧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有笑容。新娘子下车慢吞吞的，嘴里叼着个小纸风筝，你看她粗眉毛、小耳朵、两只眼睛呼大呼的扇着风。猪八戒呀！猪八戒干嘛？扇耳朵干嘛？其实你们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长，好看她瓜子脸儿、尖下颌儿，眼下两个大酒窝，身穿红袍大花格，脖上系个白围脖。还是不会事儿，可不是。俩人儿，又累了，哎，该谁了？谢谢大伙儿，嗯，看那个要饭下去了。也不知道要饭谁要的。比较吉利的一个节目。还吉利呢？那多好啊！都是骨灰盒的。不是结婚的事儿吗？是结婚的可是白事儿的。这个很好奇，这个捧哏演员怎么不下去了？站台上怎么盯着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张老三老师啊，在这站一场，两个多钟头，他不下去。哦，外面那个轮换演出，他永远站在这儿。这个挺不容易。没有啊，两个多钟，你说万一要上厕所怎么办呀？憋着，憋着呀！不是说等着吗？是不是？哎。我是，没事，一会儿给你弄点儿公益资金，看我闻出来，爱好有褶味儿，跟人家学习嘛，嗯，人家是有能耐，能者多劳嘛。哎呦，你可年纪比我长几岁，比你大，今年多大了？管不着，不用你说，我知道，不聊这个，哎，高寿了，七十多岁了都，还七十多岁呢？我哪有那么大岁数？七十三了，哦，还活坎儿是吧？七十四，我躲不过坎儿是吧？你多大？哦，我三十多岁。三十多岁，犯这一身红啊，这叫
叫什么？叫什么？洗脏。我还是死了是吧？还是死了是吧？叫什么？什么叫洗脏啊？算比较吉利。对呀对呀。哎，算比较吉利。吉利不管。咱们这上的红火，愿意跟人家学习。哎，我平常是教导我。教导什么呢？让我们没事多看看书。哎，学习。学习很重要。那是。说相声听到最后听的什么呀？受益。那他也不行。我就要死了，我拼的是文化，因为文化。你说我愿意看书啊？你喜欢？我看的书太多了，是吗？哎，比方说，平时愿意看看什么四大名著啊？看懂吗？哎，没事，拼音啊，看个书，还看什么？看看这个老一点的书，老一点。比方说这个《周公解梦》，我就愿意。这个太监是怎么来的呢？哪有太监？什么叫周公不解梦啊？闲啊，周公解梦。你这多念经的人家多挨了一刀。就是周公，周公，周公解梦。你愿意看这个？里面写的非常深奥，就喜欢做梦啊。平时愿意睡觉，睡觉做梦。平常这后台有个梦什么的，也过来问我。哦，你给写。对啊，你说这个梦啊，就是挺神奇的。是吗？哎，这个虽然人人都做梦，但是你梦不着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哦，在周公解梦上就写了，怎么写？写的叫男不梦孕，女不梦虚。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男的呀，梦见自个儿怀孕，哎，怀不上。哎，对，你比方说吧，我晚上我做梦，你做梦，哎，做梦了，梦见我肚子大，怀孕了，哎呀，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这怎么办呀？怎么办？上医院瞧瞧去吧。哦，到了医院了，怎么样？去那个妇产科。什么科？你都挂人家不接受我呀。对，那我是男性了，我是招，然后去那个外科，到外科来一个麻药，把肚子划开了，我就想死，抱回大胖小子来。哎，那你听懂，你还真知道剖腹产什么的吧？出不来，我太好了，是不是啊？哎，真不来，哟，这小子太好了，随风长。哟，那会儿给我插多高了？哟，长得跟豪猪似的，穿一身红牛捧人。我呀。没有，没有，没有，我讨厌。对，男不梦晕，女不梦虚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女孩子呀，梦见自己长胡子了。哎，女生都不长胡子。你再比方说吧，我说，刚刚他老婆，我媳妇儿，他媳妇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梦见自己有胡子了。哦，梦见自己长胡须了。晚上睡觉梦见，哎呦，长了一个连鬓若腮大胡子。我娶了张飞呀。做梦啊，是吧？第二天就想起来这事儿了，觉得非常离奇。哦，哎，我相信。哎，就到这个咱们这工作单位问来了。哦，找什么人问？哎，就问那谁了？问谁？李思明。我搭档。老李，老李啊，小李啊，小李什么情况？你看，我昨晚上我梦见我自己长大胡子了。嗯，我这胡子连着我的后心毛。哎，你看，哪一根？随便挑的。咱先不说这个标记不给别人看，我可以先不在意这个事儿。我可以先不在意这个事儿，好不好？咱先聊聊我媳妇为什么有护心毛。这个呢，你等我给你编一个。我编一个，还有胡说。这个沐浴露当洗的，你上哪吧？我讨厌，就是说梦见自己啊。好一点，咱沐浴露不错。对，梦见自己啊，这个没有发生过。但是你有离奇吗？有离奇的。现在科幻电影很多呀。您那个看科幻电影了，对吧？不能做出离奇的。是。那天我就做一个。你做什么？晚上回家一睡，睡觉一闭眼一睁眼，怎么着？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没去过的。这个地方太陌生了。怎么？是一片银色的大地。哟，您听听，银色的大地。嚯，这怎么太恐怖了？太恐怖，没去过呀。怎么办呀？怎么？先溜达去了。哎，溜达了。反正有一小山儿，翻过去了。有一大坑。有一坑。这坑里头啊，怎么？有一只狗。哎呦，这只狗。凑近瞧瞧吧。看看看。不是狗。是什么？是你。哎，我讨厌。没看你话不理我。没看清楚。没看清楚。不是，就是一个豪猪。不是，是你玩儿的。见过那么红的狗吗？你在那趴着呢。看着呢，哎，我这叫着他了，哎，老婆，老婆，起来了，起来了。哦，哎，我睡着了。哟，这是哪儿啊？我也没来过。他也没来过。嗯。哎，我们俩一对眼神，就认识。嗯。我还是问问他吗？我问问。大哥，他知道这是哪儿吗？啊，嗯，
是懵了，幺六，人脉呀，咱都不知道，没关系，嗯，关系好嘛，对，手拉着手往前走，溜达溜达，就当冒险了，那可不要害怕呀，对，往前走，嗯，走着走着呀，遇见了两个神奇的动物，什么？太神奇了，怎么神奇？奇异化，你说这两个东西啊，嗯，圆头，圆的头，哎，头特别大，嗯，大眼睛，眼睛大，眼睛比脸还大。哎，鼻子没有鼻子，小三角腿，哎，身上都是银色的皮肤，这是外星人，就可能是了，咱也不认识，嗯，过去问问去吧，问，咱俩刚走过去问，还没等咱俩说话呢，嗯，其中一个外星人对咱俩说话，他先说，还指着咱俩呢，就是，他要吐我，外星女的走慢了，不不不不，咱没听明白呀，是不是？听懂，嗯，我心里就想。什么玩意儿说什么呀？对呀、啊，我一心里想，心直口快，嗯，我给说出来。你说什么？我就是没说出来，说什么玩意儿吗？哦，就说这个。哎，等我说完这句话，旁边的外星人不乐意了，不高兴了，过下来薅我脸，啪，就打你了，给你一大嘴巴。你说的打我干什么呀？听错了，以为你说的呢。我是被端的。打我给我一下。这到哪儿试试？嗯，哎，撞开了，被打懵了。嗯，哎，怎么办呀？这是以为是犯错误。嗯，外星人就说了，嗯，你们知道你们骂的是谁吗？哎，还会说什么话？哎，知道骂的是谁吗？嗯，哟，您这位是谁呀？你也问问啊。这是我们月球的酋长。啊，是月球？对，咱到月球了。说的有银色。骂骂我们酋长，你知道什么罪过吗？嗯，什么罪过？走吧，走吧。一吹哨。过来二百多个外星人，我来这么多，把他们团团包围住，不得二百个新郎，带走二百个外星人，哈哈哈哈哈！我也爽啊！哎，我们鞠躬，到了那个外星宫殿，不懂，都给按着跪着。哦，对，那外星酋长就说了，说什么？你们两个事儿骂我了，嗯，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选择题，那抓紧问问吧。怎么样？让你问，头一个选择是什么？对，头一个选择呀，你说，就是死。有那我选，哎，没问题，咱还有第二个选择。选择问，嗯，那第二个选择呢？对啊，第二个选择呀，嗯，是卡本。是什么意思？不懂啊，嗯，没有关系，可能是方言啊，没有关系。咱们呀，就是选这卡本，不管他是什么，不能选死，不能死，死就没了，死了就不能一男到底了。我站起来，我选卡本啊，好，我站一下，嗯，卡本。兄弟，要是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应该乐呀。太难了。什么意思？他卡本了五个小时。你越来越好奇了啊！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不是你先过，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卡本啊？卡本啊？对呀、啊，就是用那个大电棍子，电棍秃了我两个窝。我过电。卡本。太难受，哎呦，两个小时，我是跟站一小巷子似的。嗯，卡住了，这还有变化呢。一卡住，我这练功夫呀，一小时卡住，这个，哇，太难受了。嗯，把我卡住，带回来了。走，我抓你我这，你晚上再说。我说，哥，怎么样？这卡住太难受了，我不能卡住。你就是选择死，也不能卡住。那行吗？他心里有底了。对，恍然大悟。嗯，站起来跟酋长说，怎么样？我选择死。不服，酋长一听，啊，选死是吧？对，带下去，怎么着？卡尔死，走。你是怎么上来的？移动山，人都跪着啊。这么说，今天这个张老范老师，哎，您老师，一战到底，哎。哎，还没到点儿呢。啊，刚好听了。听什么？我刚好听了。听了。这老师心太大。心宽体胖。他说他媳妇儿，我父亲薄。我说的是于子奇说的。对，于子奇说的。他就不纳闷儿。嗯。于子奇怎么知道？
哎，做红就对，多开心，特别紧张，不要紧张，尤其是张德华老师给我捧的，那怎么了？哎呀，我终于能说出我心中那句话，什么话？臭捧哏的。有张德华老师，哎呦，于霄
家出去了。我们娘俩在家里都吃完了，我在这随便吃两口就得了。啊，是，对，想随便吃两口行吗？跟我这桌，跟我这桌，别呀，我这桌都到你那桌了，你吃吧。那桌跟我这桌不一样。对，我这桌没了，你我走了就完了。你别走啊！怎么的？你再找点走热的。行了，我不吃了。你再喝两口稀的。我不喝了，我走了，我回家了。来，你坐在哪边？没事的。下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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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再请你，我请你，行。多鸡贼这个人，多让一圈就丢了。你看，对，还真是话多不多？你别说话还真多，都是废话。对，说话多的是。那你说说话少的这是哪儿啊？厕所。厕所说话就少吗？厕所说话就少。而且，不管关系怎么样，哪怕是亲哥俩，也没有话。为什么呢？怎么就不能聊起来呢？在厕所里亲哥俩不聊天吗？这怎么聊起来呢？啊，能聊啊，能聊啊！啊，厕所里聊天啊，聊天。那得干嘛呀？我多孤单呀！这能聊出什么来呀？闲聊。进去以后，进来，说你瞧瞧呢。嗯、你是来拉屎吗？这说的是人吗？你是让你眼泪屎吧？这都是一个阿姨的，对吧？这不像话，真的。这么着，你哪怕说亲哥俩，站在这儿，就都发生什么？他进来以后，暗号，带纸了吗？没带，没带，我也没带。你傻吗？结束，二十来马聊，自己找一坑，哎，奋斗努力。我跟你说呀，你说这个不对，你这个聊天方式不行。这做聊天方式，你在厕所上你也能热情起来啊？就好说，没法热情。刚才咱俩饭馆聊那个话，对不对？你拿过来，到厕所再聊一个呀，好不好？可以开，刚才我旁边
这位呢？要停了，要停了，我已经死了好几回了。说相声有好身体，哎对，而且您是老许仓，哎，哎呦，都听见了，你看见没？真的是很不错，他那一身红，对呀、啊，往那一站，我应该躺着，哎，别躺着呀，大伙儿今天下午都来看您来了，那没有，你叫什么玩意儿？我上个班这不认识我。叫什么？张可帆。张可帆，对，很不错。没有，一场一场节目，他们都能歇着的。嗯，您这还能继续？不来？我还行，我要欣赏一下。那换个节目形式吧。换个什么节目形式？咱可不说了。我能改。咱唱一个。走。你喜欢唱？给大家唱一下怎么样？好。还唱呢，我们俩还唱还不带一公劲儿的。你看他们的跑调。对。啊，七个音走不来，一发嗦拉西。前五个都没有，我就是拉屎。来，你说我一定啊，说的小贝，你看见没有？咱们俩是点流水，对吧？您说我谁五音不全？放屁不带调门吗？是你放屁还有调门呢？不新鲜，你放屁都来，给我来个 C 调。你怎么衡量那个？没听说过，真的是没有这么说话。啊，说学的可能都得学。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嗯，这个唱本名叫太平歌词。这没错。这太平歌词他就不会。谁不会？你。哎呦，这我还不跟吹牛。嗯，德云社就除了这回聋子和谱曲班之前，我是唯一一个德云社考谱曲进来的演员，而且我进门第一课，郭老师就上太平歌词。那最后怎么被赶出来了呢？我说的说你去学相声去吧，还是不合格，不合格，真的啊！这各位也是见证人，随便唱一个，你可能就不知道是哪段。哎，是，来一个，是，随便唱一个。咱也不夸海口啊，我就这么说嘛。怎么说呀？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段。好，太棒。那也还行吧。我一张嘴就知道哪一段。对了，听这段，来。哎呀，这个明显是刚才我们俩上一个演的节目，我蹲那儿呢。我多大嘴呀、啊！你是个马桶啊！你不能张嘴就知道了。光张嘴不出声，还得出声。这废话，就这段啊！来，咱们能脱离这上一个节目吗？离不开厕所是吗？让你出声，没让你蹲吃。你说出声就知道。整段儿，正经唱一段啊！正经的，来吧。对，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汉信呐。那你呀，我忘了。哎，就你唱。哎，我忘了啊，小姨，就你唱一段怎么样？给咱们宿舍送快递那个他会，你知道吗？啊，那都会。就你唱，我这是唱吗？嗯。我这是六六嫂子。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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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出了水的隔棒杆晒在了沙滩，那半悬空落下了鱼影子，闽赤收领往下牵，那鹰牵梦肉疼男人，我拦着你了，孙子，梦乡嘴两是山，大南边来了渔翁一位。有一位人呢，渔翁就来到岸边，他倒说：“你是个傻子吧？”谁傻子？你？我傻子呢？这都听不出来吗？大伙儿都乐你呢。大伙儿那谁乐了？你乐了。你听听我们这个刻意的乐，多么刻意。有点假啊！这欲望相中学语还必须会的呀，有没有有难度的呀？不明白是吗？明白什么呀？给你个面子。必须要给我面子，我干嘛有脸吗？那你再唱一个，你觉得不会？嗯，来吧，再来一个，来，大伙儿都没听过，来。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来一块儿来啊！西湖湾，奇花异草，四季的清香，那么。
我长幼门去了。不唱那个了，不唱那个，唱那个老掉牙，那什么意思？你还知道？现场都是年轻的朋友，唱唱歌。哦，来歌怎么样？好，真的啊，我以为是有外号，嗯 ，AKA 德云歌王小姨子。那个谭律师看我，可以可以，好。
咱这个啊，地道是哪边就开始唱，可以啊，青藏高原来，对吗？你就小孩儿那个，往这一放就给唱啊。好，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呀啦嗦，那就是青藏。我是你爸，你爸越像。
想拆掉我，这回你爸爸再也想不了我啊，只能我是你爸爸。拿水杯的就过分了，爸爸。我们说的都是生产队的驴，生产队赛活驴啊，你还得赛活驴，更不容易。你把水杯拿我们家，辛苦了，您也喝点儿。不喝，这就喝，给你留着，今儿给你留着啊。刚才演员不错，很牛皮，说了一段，哎，在下面歇会儿，把我换上来。选手，选手我叫李思明啊，谢谢谢谢。我们熟悉的观众知道啊，怎么着？我们俩是本来搭档。那没错，平常呢，我是在桌子里边捧人，对，金先生。哈哈哈这个笑为什么好笑？我逗得行的，怎么着？哎呀，张老师不容易啊！啊，没有，其实我跟我哥哥关系很好，那往关系近，合作很多年了。那是，我不跟他们一样啊。怎么着？上来敲那个死人立大立体那个节目，对，不是吧？刚才那节目多可恶啊！上来呀，啊，成就品。冲人家张小范老师啊，我是你爸，我是你爸，我是你爸，有什么意思？微信，不喜欢，确实微信。这节目多无聊啊！嗯，这节目不过分，对，我们有更过分的节目，还有反气口。嗯，一上来冲着人家里边这个啊，我是你爸，我是你爸，我是你爸。还有那节目六口人，那节目有意思吗？一上来冲着人家，我是你祖宗，我是山顶洞人，我是河姆渡人，我是周口店人，我是猿人，我是猴，我是李思明的爸爸，我讨厌。就是说这节目没意思，没有这节目咱不能跟着学，对啊，还得说点好的，那说点是高雅高雅。说实话，我很崇敬我哥，是吧？啊，为什么能应这个节目啊？一站到底能应这个呀？缺钱啊？对呀、啊，喜欢艺术，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哎，以后谁要是说我哥不爱舞台啊，大嘴我能抽你，我也抽你。喜欢站台上，嗯，小时候学相声站台上啊，喜欢在舞台上给大伙演出，这不是我吗？我们俩认识很早了啊，嗯，我们俩光搭档7年了，哎，7年多，老公啊，嗯，认识小时候学相声也是因为谁呀、啊？谁呀、啊？也是因为我哥，我们一块长大，他先学我后学的，对，没错吧？那他学相声也很早了，对，人是7岁学艺，给你看，9岁净身净心的一个。哎对吧？嗯，第二次登台呢是现在啊，已经是7年了、啊。我这30年干嘛去了？没有，一直坚持到现在。那就都得演，还得坚持。那我坚持，一直争取吧。还坚持一个小时，我下班了。争取过年吧。好啊，尤其是演员，我最崇敬他哪一点啊？哪点？演员站在舞台上，嗯，心态得平和。我一站到底就不平和。这么多演员，后台这么多师兄弟，9个人，哪里一个人找对？你往往心里去吗？往心里去，往心里去，我心态。这是规矩。对，我们老话说什么呀？怎么说？演员在舞台上啊，怎么样？台上无大小，那没错。台下立规矩，这是老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台上，嗯，我拿人家开什么样的玩笑，人都不能往心里去。对，要坏。我可不是。谁提供您啊？谁提供？不是 PPT 您干啥？没有人不是架子您吗？您跑火车场没这意思啊？是不是？老话是不是这么说的？对，是我胡说八道的。人家对，对，拿人开，拿人找乐，您生气吗？不生气。是
坐你们家里，你往心里去吗？不往心里去，不往心里去啊！嗯，说一个，我就知道别这坏的，说一个，说一个，来，我不生气，不生气，你爸，叫什么爸？来，你爸，嗯，走大气势，遛弯儿，走大气势，嗯，千里有不测风云，怎么了？从这里边，嗯，过了一辆十轮大卡车，嚓！你爸碎，我头有这么深吗？碎了牙渣儿，你都不知道我们哪儿看过你。生气吗？呵，不生气，好一点，不生气，不往心里去，身败之物，退下，高兴吗？我保证不哭，给大伙奉献，高兴吗？高兴，豁出去了，高兴，好演员，就得这样啊，朋友们，不能往心里去，对，真不生气，不生气，再说一个，你妈。老妈，你妈走大街上，天有不测风云，从这里边过了一辆十轮大卡车，擦！你妈碎了，你们家这个碎的啊，生气吗？不生气，岁岁平安。这心态是没谁了啊，不叫事儿。高兴吗？开心。好，嗯，还得是您。那不生气了。好的呢。再说一个。来，你媳妇儿。好，你媳妇儿。嗯，走大街上。那是。天有不测风云。从这边过了一辆十轮大卡车，过了一高铁，咔！我媳妇儿的东西毛啊。不是，不喝，我不看，我不
不混，甭管我，你说你的，我跟你说，又多杯子后来。哎，谢谢大伙啊，今天是宽哥的一战到底，多不容易。没有，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那甭欺负我嘛，我其实胡金毛的岁数。不是都难、哎，我听着都难过呀。好好聊天。对，所以我的时间里也有限。你代表吗你？有表上，没表上，哥。啥玩意儿？我呢，上来就讲个实事儿吧。啊，你还有实事儿说？对对对，是吗？那天呀，我看一个十轮的大。行了，你过去了，你走吧，你俩撞碎了。我打那头开过来的。两边走，你俩富裕的，你俩。难道不行啊？换一个。您家现在谁还健在？就是我。对。啊，就到我了。我跟帆哥呀，我俩好。对，我跟你们都好，你们上来都这么说。打小我们就在一起。然后你们开着卡车撞我们家人。咱是那样的人吗？嗯。我们有驾照，我们开卡车吗？不能开啊。我跟帆哥好。嗯，好。别紧张。比我年长几岁。大不了几岁。打小我哥就带着我玩，我们一块儿啊。哎，过年期间就是学员们，哎，俩小男孩，对，能玩点什么呢？玩什么？放鞭炮。我过年嘛，都玩这个。男孩就这样。是。你说你炮啊，那块没什么钱。对。你去买一只放鞭炮去洗。啊，对，没钱小孩，我就只能那捡别人就是放剩下的呀。要是一只放鞭炮，人家没有燃烧的那种。啊，就一个两个要一两个。捡那么十几二十个，哎，揣兜里。自己找地儿放。北京那种叫泡米儿。对对对，嗯，就那样。嗯，那天我哥喊我，兄弟，我捡一大个儿。什么叫大个儿？就不是那种小炮，捡这么大个儿。怎么喊的？用北京话叫麻雷子。哦，这我知道。麻雷子大伙可能不太明白啊。咱们这儿有二踢脚，就一放有双响，就腾咔。对，这就二踢脚，两响是吧？哎，麻雷子呢？怎么着？就一响，啊，就比较大。点着以后就啪。我为什么比较大？就一响，嗯。我哥跟我说，怎么着？麻雷子，嗯。咱们这晚上买耍吊，哈哈哈。要耍吊。我俩就找一个释放的位置。哦，找吧。你说在广场上放，嗯，人太多危险。我不安全，找一没人的地儿呢？怎么呢？就光听响没意思。哦，最终我俩思虑再三，没意思，找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地方。哪儿啊？公共厕所。这地方好文雅。仿佛您刚才来过。我听着来着。这回不一样了。这回这回就是时间，这回是娱乐。哎，对对，主要为了玩啊，娱乐。我们就走进了公共厕所。哎，我们就手拉手，手挽手的是。哎，当然去的是男厕所啊。来到男厕所，不用解释。嗯，首先观看第一个坑位，这还找位置？那具体就一个，就一个，你得珍贵呀。哦、那能不能随便放吗？我先看看这几个哥的风水。哎，先看第一个坑位怎么样？好的话，这叫二分之一坑。你就说一半就可以。就是它是那种旱厕。你就不是现咱们现在就是能冲水下来就那不行啊、哦、过去那得是十天半个月才能过来掏一次啊。对对对，我这样的第一个二分之一坑。哦，一半的没有吧。嗯，我哥看这个给他投。嗯，还管他不行，怎么这肯定不过瘾。我这先不过瘾打死掉。来到了第二个坑位。看完这个、哦、这行话叫三分之二坑。这得多了，你就快满了，但是还没有很满。这个不用描述这么具体。不明白三分之二啊？嗯，我哥一看，都明白。嗯，这个虽然比刚才那个强点，但是还是不够刺激。这也不行。来到第三个坑位。给取消了。第三个坑位。第三个。我哥一看，嗯，你眼神限量。那，别摸我腿这玩意儿。先摸嘴，摸哪儿都行，就形容一个愉快的心情吧。愉快的心情也不要摸腿，因为小李今天出来了。给第三个坑位，嗯，三分之五坑。五、哦，这就是一个小个的金字塔呀，这是都冒出来了，这就一个塔尖的形状。哎呦，哥看完以后，嗯，这个仿佛是个
专业，而且兄弟你仔细看，怎么了？你瞧啊，这上一辈怎么样？在这里工作的人干嘛呢？一定是消化不良。为什么呀？这个哪家的？有一个金针菇。虾仁。谢谢。姑娘，你拉的呀？那可能我错了，我说的蓝色。对了，姑娘，你怎么是蓝色？哎呀，你这身体我扭打去了。小虾仁。我一看，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操作它。这操作。拿起那大盒蚂蚁。没事，姑娘，你抬腿，我不嫌弃你。放啊，是放啊。对。我没看啊，怎么样？杵上了！这个动作你千万不要再抹嘴了，好不好？千万不要再抹嘴了，怕我身上有那个姑娘的味道。就把这个麻铃摆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时候可以释放了，哎，拿出打火机来。没成功，没点着，没着，再来，再来。还没点着，还有，再来一回，再来。别是个眼泡，烫！当时那个场景啊，我是没有办法拿言语来形容。我已经有画面了。小女，我岁数小啊，当时我就哭了，哭了，这那你身上这一脸呀，不行，我妈非得打我，小孩我当时就哭了，哭，但我哥没哭，怎么的？非常冷静安慰我，我说什么呀？兄妹啊，你只是弄一身，对呀，你看哥我怎么的，还吃一虾仁呢。
啊，有的是带着孙家，对，有的是带着媳妇儿，哎，有的是带着别人媳妇儿，这个好像没有啊，看你少的多坏，这好像没有啊，你少的多坏了，谁带别人媳妇儿对象了？保不齐就带的，人家带别人媳妇来德云社，你管这事儿吗？我就问你，德云社你管不管这事儿？人家人家不带自己媳妇来，就带别人媳妇来，自己这放家里边儿，该是的呀。这难得来的不少，我问了啊，大伙儿踊跃一点，发言啊。今天有带别人媳妇来，请举手，我看一下照片。女的少说话去，女的少说话去，男的有没有？这个男的，女的少说话去，男的一般没人敢举手。怎么可能有灯光亮，你举手比时间长了，你瞧那熟人摊大，一般举手到后排角落里边来举，那人少，他们长更多点。上回有也是我们俩有这么一个机会开始说相声，怎么呢？一个逗哏，一个捧哏的，他在那边捧哏，对，我又带别人媳妇来举手，哎，就是那边角落里边有大哥，有，这是怎么了？我带别人媳妇来啦，心这么宽。看到旁边这女的净跟别人媳妇儿，哎呦，看到这女的，你看旁边这女的当时脸就红了。你喊那大声音干什么呀？别让我老公听见，我老公在台上给人捧哏呢。无所谓，已经碎掉了，已经跑进去了，给进去了吧？哎，已经碎掉了，进去了啊，那、这个。这是一说一笑的事儿，就为了往多说两句，咱们多歇会儿。没，这么着吧？怎么着？就是看您挺辛苦的，您说，咱就别弄太费劲的。那怎么样？我教你一下什么小玩意儿，你一学咱就下来了。我跟您学习，好不好？可以啊。教你小玩意儿。教我什么小玩意儿？我会一个绝活叫口吐莲花。珍珠倒着连，哐哐，珍珠倒着连，
都是小了，他妈都是水吗？喝小了，哎不水呀，你哪个都行啊，不行，就老喝不了啊。哎呀，太棒了，太棒了，这么多水呢，都有水是吧？这里都有水是吧？这个嗓子刚才一开盖，你说这管的水就出来了。那么喝就喝痛快，痛怎么了？
大伙儿就是玩你。然后你倒是很直接。玩你不是目的。目的是？目的是他们玩死你。我瞧出来了。哎呀，说实在的，当初啊，安排专场的时候，你想来一别的，哎，也不可能非要来，我一站到底。孙子，是谁给我出的主意啊？是谁当初让你跟广告给我出的主意？你告诉我以后，我你说你要来一个什么专场，完了我说那你大半你来一个电脑，我说行，那来一个。你可以反驳我呀，你有话语权呐，怎么了你？啊，我死人了！哎呀，这就看出来事儿有问题了。哟，真的不说真不行。哎，脑子真是，你算吧，玩羊了的羊，一晚上第一关没过去。废话，你过去了。他拉着我，我看了一晚上的广告啊，我又烦的。这游戏就有毛病，这游戏就出了这么一关，你让人怎么过？告诉你的，还有第二关。真的。第二关我打了两宿呢。确实没玩过，所以你这真不行。你看出来，行，你咱这旁边听一段儿完，你就听一段，咱俩一块儿说一段。说你该尿尿尿尿是吧？我尿什么尿？尿什么尿？咱俩在这说相声呢，你看不让我说人脏东西了吧？你一个人说完打我一上来，给你折折面子，把你围起来。他就给我面子，我怎么不弄面子了？咱俩人说相声呢，你会说相声吗？啊？我不会，我站一个半钟头了，我不会。这一个半钟头，哥哥缺心眼儿都行啊！不就什么什么？我是你爸，我是你爸，我是你爸。又来一遍。你就听着不就完了吗？你得听着。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爸；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你就对对对。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要不就口吐莲花，啪啪啪啪啪；要不就吃个虾仁儿，你说。哎呀，还有金针菇呢，每个观众都能来呀，多有病的，这不聊天儿，找一个爱好者往这一放就行了，会说话吗你？打小我们也做歌学艺，再说这场我是站桌子，平时我也站桌子盖着，看见了，对不对？这会儿开始活动，戏子人开始动作也大，干嘛了？这戏子人干嘛了？我跑干嘛了？没事，你跑一圈去。我跑一圈来着，说相声没说完呢，我跑一圈儿。真说不了相声，我早就说不了相声了吗？你别拿我撒话了，什么跟你撒话了？我上来是挽救你的，我用你挽救我。他们拿的是水壶，我拿的是瓶儿，救你来的。那这我操！您怎么不会聊天儿呢？咱别闹了，别跟你闹了。你非让我接你的短儿是吗？你接呗，我有短儿让你接吗？为什么让你捧哏一站到底？为什么呀？不会逗哏，没逗过哏，知道吗？你他妈前两天睡着了吧你？都见天站桌子逗哏啊，怎么就不会逗哏了？哎，那不你裸替吗？裸替？你哪会逗哏？你就往桌子里一站，这下边踩着轱辘呢，知道吗？没有，我哪出的？大小也一块学习嘛，对不对呀？别闹，该尿你尿。哎呀，没有这么聊天。虽然说今天是捧哏的，你也不能请。别闹，我让你乐一个，啊，乐一个。哈哈哈哈哈哈！我在当中捅死你！怎么了？让你高兴就不会聊天，别出事了。别闹，你好看看，你能当真听？就别动手了，神经病，好好的说吧。你真不行，我怎么就不行了？站一下午，大伙看你都讨厌了，你赶紧下来。讨厌了，平时说的逗哏，给大伙逗的也挺乐的，枪火呢怎么着？今天下午怎么着？看见了吗？大伙儿知道吗？都是听我们的，你就属于那陪衬，知道吗？为什么让你捧哏？今天下午观众不乐意看你，知道吗？来看我，你看有一个照顾你的吗？你看你说这句话，我是乐的。你这个别人乐呀，多讨厌！行，你别闹了。你敢玩笑，我正着正，哎，玩笑。这样吧，不这么说，这个我站桌子里没人看啊，行吗？这场咱俩换个，我逗哏，你捧哏，谁呀？咱俩换行吗？逗哏词儿，你会吗？为什么不会呀？不是你前两天说的那个？打小也练呀。打小也练。对呀。哥，你瞧瞧，没问题。
换换换换啊！你非要逗他，我逗他。你看这玩意儿，行吗？这用来了不挡是吗？对对对，这得接着点吗？我你站外边是紧张。逗哏给大伙儿逗乐了。你呀、啊，对了，能逗乐吗？没问题。你看长得倒是挺逗的。那你要做逗哏吗？啊，做不做过？啊，哎，行了啊，他还要逗哏了。嗯。你想好了啊？想好了，就逗哏了啊！必须的。行，他逗哏了，我们就是相声缺心眼儿，相声专场。哎，不怎么想的，这会儿要逗哏了，关于说什么，拿一盆儿让他尿尿，好不好？好不去？尿完了，让尿尿上来，咱俩一头不聊啊。不接，你让他逗哏，他逗哏各位，可乐也别乐啊，可乐别乐，实在想乐。掐大腿，啊、掐大腿，就当跑不了啊！谢谢。哎，哥，我多不忙啊，随便你说来，你怎么喝都没用，忘了。来，哎呀，坐那儿风景也挺好的。来啊，别忙啊，站着啊，各位，没尿啊。你让我说去的呀！报菜名捧哏，你是不是不会姓李的？我不会报菜名。
啥时候不会？基本功的节目我不会，对不对呀？来，我跟你捧不上。谁打我？骗子！是人都能来。我请您吃饭。哎，还甭说你请了，怎么着？当着大伙的面，你把这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我就知你请客这份情了。早就说完了吗？哼！头一道菜，我请您吃蒸羊羔。打住！这就吃不了了。我知道你呀，没钱。我一瞧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啊啊啊
不许出来，出来，我们就进去了，我们就进去了，没在家我们进去了，什么就进去了，进你家不是绿色相声吗？这还不够绿吗？哪个绿啊？哪个绿啊？不出来，文明相声你不能进去，都这么废，你前面得照顾我的说，你得说到走了，你后面爱怎么编怎么编，大伙这会儿你不能进去，我非得跟你那一样，对吧？哪一样？来，哎，那你说你没在家？没在家，没在家，我又走了，走吧，上个大街了，那上来了，进老胡同，我进胡同，瞧见你爸爸了吗？瞧见我爸爸长得跟林大贝尔似的。啊不许骂人，对，不许拿父母老家抓人，对，这段是你说的吗？是我说的，就是不许拿父母开玩笑，没错啊。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我爸爸长得跟林大贝尔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嘿嘿，走嘴，哥，你这叫走嘴？哎，哎，这什么意思啊？走手。
碰见了就是救你，吐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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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今儿哥们为了跟你说这段相声，我们家三亲六故死绝了，大卡车追着我们家这鬼，我们小区我操让我来呀，我们小区炸平了，哥们养条狗跑了，养鸟飞了，养小王子刚才开卡车去了。一米八，这有点差距吧？等于米八一米八，你
看着点，你弟弟趴那搓澡呢，我知道他多高啊。哦，站着不行，给你放倒了。趴搓着呢，我知道他多高啊。放出来，放出来，没问题。再问几件别的啊？那我弟弟多大岁数？你弟弟？嗯，74。那是我弟弟。那个搓澡那老头儿，你问老头儿，我弟弟多大岁数？弟弟35。35？后面那大姐35。人老头有大姐？就那个在后边墙上挂一大姐的画，你这什么画？问你我弟弟多大岁数？你弟弟，你弟弟70，不是你弟弟49，不是兄弟，你弟，你弟，你弟弟，你弟弟比你小，这不是句废话吗？对不对吧？他肯定比我，我弟弟肯定比我小啊。比你小。行了，你也别费劲了，我跟你说啊。我真是有弟弟，但你碰不上。你有弟弟，我就能碰上。你碰不上，碰得上。你真碰不上，我怎么碰不上？我弟弟到今天刚满月。我说的是你亲弟弟，亲你一个麻生的，一父所养，没错呀、啊。奶同胞，可不嘛？那就不对了。啊、你想 啊, 啊，你爸爸死8年了，他哪来的？这是什么话呀、啊？好灵，好。特别起高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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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吗？打电话叫外援啊。Thank you.
咱大的母雷大的丁长这个倒头水银五十两个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聚众进这么人跟着开出了大堂我手抄起干草棍棍棍打在这个城皮上啊打在这个城皮流鲜血这个鲜血踩在了木瓜上大呼我小呼我大堂大海
金英雄。说吧说吧